耶和华我的神，你真伟大！耶和华我的神，你真伟大！主，你彰显你的荣耀在各族各方万国万民当中。主，你拣选你的百姓，你拣选你的儿女，你在当中施行你大能的拯救，在万国当中施行你拯救的宝贝。主耶和华神，我们在这里，我们敬拜你，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你那白白的恩典。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今日我们领受你更新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重新被你来复兴起来，重新看见你那国度的使命，重新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爱、被你的话语完全充满。主，就求你亲自引导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时间当中，我们要更新的领受。求你在当中，你亲自的恩膏，你亲自在当中引导，让我们的生命完全属于你。我们将这祷告托在面前，引导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要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很高兴可以一起聚集，我们要用诗歌歌颂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锡安敬拜团。
得颂赞、荣耀跟尊贵的。我们一同用欢喜快乐心，一同来颂赞我们的主耶稣。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欢唱，让我尽起手来宣扬主生命。颂赞主基督，道成肉身来救罪人，你是名赞耀我主，我赞你。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欢唱，高声欢唱，让我举起手来宣扬主生命，宣扬主生命。颂赞主基督，道成肉身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神的爱彰显于身上，丰富恩典，天天都看见。愿一切的惊喜伏入你面前。颂赞主基督，道成肉身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颂赞主，颂赞主，高声欢唱，让我举起手来宣扬主生命。颂赞主基督，道成肉身来救罪人，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神的爱彰显于身上，丰富恩典，天天都看见。愿一切的罪行伏入你面前。颂赞主基督，道成肉身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神的爱彰显于身上，不恩典，天天都看见。愿一切的惧心伏伏你面前。颂赞主基督，道成肉身来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颂赞的主，主，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让我们从原本那污秽不堪的自我，能够被主你来更新。哈利路亚！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引领我们往前进的元帅，使我们能够在更新，在这崭新的生命的。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活出那属耶稣基督的荣耀与光彩。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子的名分，是得以成为是神儿女的名分，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喜乐，带着这样的满足，能够继续的往前行，能够看见神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主，让我们能够用颂赞，用感谢，用我们一切的来赞美，来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的语，神的应许，阿们。Amen. 我们相信神的爱们、Amen. 我们相信凡投靠他的就必不羞愧，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我相信，先请姐妹来唱。我相信你的应许，
相信你的恩典。我相信你的恩典，我相信。你最清楚知道我心，你是我王，你是我神，我要天天敬靠着你，愿将真心奉献，如影在表达你面前，真正甘心。
主我的王啊，我要赞美你，给你，你是我王，你是我神，你最清楚知道我心，你是我王，你是我神，我要天天紧靠着你，愿将真心奉献，如云在飘到你面前，将这根心比我真心，是主啊，将真心奉献在你面前，愿将真心。愿将我们的心呈现在主的面前，主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脚步仰望你的时候，如同我们知道主你是我的王，我的神，主啊，我们要天天依靠你，主啊，我们要看见主你所赐下那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的身旁，主使我们每一个脚步定睛向你，主乃是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乃是知道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更多的看见我们自己的卑微，我们自己的不足，但是但愿主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来成就的时候，所彰显的是主你无比的荣耀，主让我们成为那样的倒空的器皿，让主你来充满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主啊，你圣灵要充满在我们当中，凡我们所愿意去行的都是在主你的心意当中，我们就成为主你所喜悦的，愿主你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来激励我们，提醒我们，时时更新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主你面前，让我们看见主你复兴，你的复兴，你的荣耀要常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主你荣耀的国度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主你所使用的精兵，能够为主你来征战。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当中一同领受的是天上无比的荣耀，愿主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完全的掌权，完全的作王，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以下献诗的时间，我们要请保罗牧区，他们所要献诗的曲目是《奇妙的奇妙》，我们把时间交给保罗牧区。
谢谢保罗牧区所带来的诗歌，耶稣真是奇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以下读经的时间，我们要一同来翻开马可福音第五章，若是你有圣经，请你一同来翻开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二十节。翻开后由我来读。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对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恳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 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人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是的，这是主的话所说的。今天我们在这当中邀请到彭淑瑞弟兄在我们当中一起来跟我们来分享。彭淑瑞弟兄他昨天晚上还有刚刚第三堂都已经跟我们一起分享，在他生命当中有许多特别的经历，他去过许多不同的国家。那我相信在这当中他的经历也成为我们在这个宣教主日当中可以一同来学习，一同来领受的。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他。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真的是愿你的国度降临，我们真的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求你开我们不一样的眼睛，给我们不一样的眼光，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位宣教的上帝，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特别的计划，你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着特别的价值。就好像当年你带领着摩西，让他看见自己也能够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祝福，你在领着耶利米，让他从小就知道你要他做万民的先知，你带领了许多的平凡的人踏上了
成为万国祝福的宣教之路。你也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在教会的角落里面为那最小的来做服事，因为坐在那最小的就是坐在你身上了。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承受那福音的好处，祝福今天所有从你那里来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来分享，是延续昨天晚上讲到一些自己的一些见证，和我在宣教的一些经历。早上的时候分享的是一个从整体的世界的一个目前的宗教的概况，所有种族族群的分布，对信仰的一些认识。今天这一堂呢，我就想要来回到圣经，来看到神是怎么样子来使用一个不太像是可以被使用的人。我们刚刚在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来自于哪里？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的一开始，第一到二十节。而且这个故事在圣经里面呢，被讲到的地方不只是这个地方。如果你读到其他福音书的话，你也看到他提到这一篇经文最有名的，几乎跟这一个故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26到39节，几乎是一样的故事，讲到的同样的是格拉森的这个地方，和同样的是倒霉的那2000只猪。马可福音的这一段我们大家很熟悉，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我从主日学就听过了，听过这个故事。我们还有要配合要演戏的，就是有人要演那个疯狂的人，通常那个人是最受欢迎，因为他是男主角，他有很多感情戏。要不然最 popular 的一个角色当然就是耶稣了，因为耶稣在前面还平静的风和海，威武的很。最倒霉的就是那个要演猪的人，因为一个人要演2000只猪是十分的困难，所以就会看到一个通常是我们主日学里面班上最胖的那个小男生，通常就是我，然后要拿一个数字2000、1000、2000，我们都很熟悉。可是我们有仔细的看过这个故事，还有为什么它是这么如此的重要，在圣经里面对门徒来说他要记述这么多次。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好了。在场有人坐过船吗？我是有搭过福音船，所以我们常常要在海上从一个港口到另外一个港口，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曾经必须要经历一些风浪。有人搭过超过一天的船的人举手，我看一下，就是超过一天，比如说这个巴黎到淡水这个不算。有人说我搭过那个义大世界海盗船，那也不算啊。可是你知道，如果是遇到真正的风浪的时候，那是很恐怖的。尤其是他要来到，你知道第五章的一开始就提到他们来到海的那一边，格拉森这个地方。如果你去过那边这个犹大地区，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叫什么海啊？加利利海，所以是一个事实上是个湖，可是它大到一个程度，它是风刮起来了，是不是很厉害的？甚至他们门徒都觉得自己好像快要死掉了一样。我们在福音船上面的时候，曾经有几次是遇到真的非常非常大的风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从英国要开到荷兰的那一次，要经过一个非常恶名昭彰的海峡，叫做英吉利海峡。两次的世界大战都保护了英国，德国要怎么开都开不过来。他们的海军再怎么的强，都是因为这个海峡就挡住了。它有非常大的风浪，通常海象都非常不好。你看这张照片你就知道，我们那时候经过的时候，大家不管在福音船上来自于哪个国家，你的肤色是黑色的，是白色的，是黄种人也好，大家那个时候的肤色都一样，是绿色。脸都是绿的。那时候我是一个比较不会晕船的人，在那一天我也都快晕过去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厨房里面洗碗的人洗到一半，就直接把自己要吐的东西吐在那些刚刚洗好的碗上面，吐在那边。
那浪大到一种程度，就是船的高，船头和海平面平常了，大概就已经有四层楼这么高了。浪再打到船头的再四层楼高，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从海平面往上看的话，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滔天巨浪。可是有一些人，这张照片上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看到这张照片里面有几个黑影在那边，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不怕风浪，然后呢就站在那个地方想要赏浪，然后他们要做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就是当船桨啪嗒下去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就往空中一跳，呜，可以待两秒钟，哇，这样子跳起来。然后这张照片后来呢被po在我们的那个内网上面，被我们的船长发现了，这些人通通被关紧闭，两个礼拜不准下船，太危险了。我相信他们在那个时候心里面一定常常在唱的，我们小时候就唱的一首诗歌叫做什么？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后来我很不喜欢唱这首歌，有一个原因，因为最后一句话是知道安迪天家，好像在最后就直接上天家了。我们经历过真正风浪的人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风浪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有些人以为他自己可以学耶稣在这边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要船的前面去，然后对着海大喊，熄了吧，直了吧，你得到结果是什么？扑嚓，还以为自己可以当耶稣一样，可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我今天想要来问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生命的价值怎么衡量，你怎么衡量呢？在这里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耶稣为了要把这个群能够把它引出来，然后为了要拯救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他的代价是什么？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吗？2000只猪。哎，各位，我不知道您平常有没有在买菜，我们家买菜的当然都是我太太，她很会去选这个选肉哈，选各式各样子的菜。去猪肉摊的时候呢，你知道猪肉最好吃的一个部分，根据我的岳母她讲，它叫做松颈肉、松板肉的那个部分，就是猪颈子的这个部分，猪全身只有这么一块，很特别的，然后可以清蒸，就非常甜美好吃。为什么你们都这样看我的脖子？而且猪所有的部位我们都可以拿来用，可以拿来吃，甚至猪还可以拿来骂人。在那个地区，如果你知道的话，犹太人他们本身是不应该吃猪的，可是在那一带呢，就是以前的两河流域一直到了这个地中海的这一带，有住了许许多多不同的种族的人，所以就算是不洁净的动物也是有人要养。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经济的价值。我不知道那时候的经济价值是多少，但是我在台湾我就知道一头猪的价值的确是非常非常高。我算它最便宜好了，一整只成猪我就算它10000块好了，请问一下2000只猪是多少？我数学不好，但是我知道绝对是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倒霉的不只是那2000只猪，2000只猪掉到水里面了。如果我今天回头来看，我们用环保的眼光来看，它造成了河水的污染。更倒霉的是在下游的那些人，还有那个，你可以想象一下，那2000只猪的主人是谁？一定非常不开心，因为他赔大了。哎，你可以说，哎，他得救了，他变，那关我什么事？而且不只是那2000只猪很倒霉，也不只是那个主人很倒霉，还有谁很倒霉？我相信附近的鸡啊、牛啊、羊啊都很倒霉，因为他们不能吃猪了嘛，就只能吃别的肉了。这个话题在这几天特别的敏感，因为讲到跟禽流感好像有点关系。但是一个生命的价值怎么衡量？有些人的价值是可以被衡量的，很容易被衡量的。譬如说我们的主内的好朋友 Jeremy Lin 林书豪弟兄，我最喜欢叫他林书豪弟兄了。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爱主，打球打得这么好，因为他名字反过来叫做豪属灵。
他的价值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知道他跟那个 Houston Rockets 跟休斯顿火箭队签了3年2500万美金，他的价值在那里。我们知道最近王建民又回去了大联盟，他可以算得出来他的年薪会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周杰伦的年薪会是多少，他有几场的演唱会，他出了几张的专辑。但是有一些人的价值是没有办法算的。一个人的价值怎么衡量？那15亿3000万人呢？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吗？这是最新对穆斯林总人口的一个估计。他们的面孔，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还有他们每天所面对的一切。一天要祷告 五次，都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清真寺，或是找一条自己的小毯子，虔诚的对着他们的神，他们的阿拉来祈祷，要透过他们的先知叫做穆罕默德。在场有多少的人我们能够有这样子属灵的操练呢？15亿3000万人每天过着这样子的生活，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祷告的毯子，我们祷告的毯子在哪里呢？我常常笑我自己说，我们祷告的毯子大概就是我的被子，在主里得到安息。可是他们15亿3000万人就要走向那真正的死亡，我们在乎吗？讲15亿3000万好像多了点，我来讲另外一个数字吧。那3亿8000万呢？3亿8000万是什么人呢、啊？根据估计，在过去的10年里面，艾滋病的病患是从3亿5000万人到4亿2000万人的数字都有。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许多国家正面临亡国的危机，包括我们很好的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朋友连家恩弟兄，他就代表我们台湾防疫局防疫署进驻在南非，就是这样子的地方。一个生命的价值怎么衡量呢？当我们看看台湾的88风灾，哇，太严重了吧！看看台湾的9.21大地震，哇，2000多人在那一夕之间就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但是曾几何时，轮到别人的时候，我们的数学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好了。在南亚的大海啸，有超过25万的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在海地的大地震，有22万的人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在日本的大地震，有15000人当场立即的死亡，然后还有差不多有4000-5000的人从此以后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他们里面有多少的人跟我们一样已经听闻了福音的好处。如果耶稣能够用2000只猪来换这一个生命，那他愿意用多少的代价来换回这些世上的灵魂呢？我另外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那事工的果效要怎么样衡量？我们回到圣经上面，他怎么样描述这一段呢？很有意思。那一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们回到第4章的35节是这么说的，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哎，有意思了，你要到达格拉森这个地方，表示说你之前在另外一个地方，你是一路开船过来的。我们回头来看第4章的时候，我会发觉耶稣在做什么，有人可以告诉我吗？他在那边开露天布道会，而且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一个 charismatic speaker， 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
一个传道人，一个讲师讲者，在当时的时候，他们说你是以利亚，你是先知啊。耶稣在传讲天国的福音，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撒种的比喻，我们看到撒种的比喻之外，有看到飞鸟啊，看到芥菜种的比喻，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在那边非常受到欢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门徒来说，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哇，我们要到对面去了。如果我是门徒的话，我一定想到说哇，我们在这边开布道会，可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跟随我们，而且这个福音的果效真是太好了。我会期待耶稣说我们到那边去吧，我会期待的是什么呢？也虽不重亦不远矣，在这边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欢迎我们，在别的地方我们看到有4000人的，有5000人的，还有还必须要为了这些人来听我们的露天布道会，我们还要替他们准备食物。所以门徒一定想说，我到对面去应该也是一个不得了的地方吧。没想到不只是还没有到那一边去的时候，就要经历生命的危险。什么危险呢？耶稣在船上枕着枕头睡觉，可是呢，这个暴风是如此的大，还打到了船里面。耶稣竟然在那边睡觉，门徒说什么？门徒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不过我相信是那个时候的翻译了，因为我们现在应该不会有人跟人这样讲话。就像耶稣这样，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了吗？是在那个时候的翻译，我相信一定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连脏话都讲出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了挑战。耶稣在另外一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露天布道会，撒种的比喻，灯台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而且他在中间平静了风和海。到了格拉森的这一边，迎接他们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和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我至少要有一个欢迎团吧，不敢说有太多的人。没想到一靠岸的地方竟然是一群摩阿坡，加上一个疯疯癫癫赤身露体光屁股的人，这个对比实在是太大了。对比什么呢？满山遍野饥渴慕义的人。甚至在这一段经文的后面，这个之后，他在格拉森这个地方之后，他们耶稣所带他们去的地方也是不得了的地方，医治了雅鲁的女儿，血漏12年的女人，管会堂的女儿，等等等等，带着他们一行神迹。但为什么耶稣停在这个地方，然后做了这一件事情，让所有的他跟随他的门徒印象这么深刻呢？因为门徒后来一定得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工的果效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去年的奥运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他的开幕式。开幕式里面让人最印象深刻的是这一位仁兄，他是谁？他是豆豆先生。他一出场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他很著名的一个表情，就是用了他的大鼻子和他的大眼睛，然后他就坐在那个钢琴前面就开始弹一个音，然后好像很了不起啊，跟大家敬礼啊，还打个 bow tie 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按那个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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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突然鼻子痒，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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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的话，你就知道，大家就说哇，这个太有意思了。然后呢，整个交响乐团就跟他一起来拉奏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曲子，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英国人都知道，甚至每一个在电视机前面只要看过那个电影的人都知道，那个主题曲叫做《火战车》。人听过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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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那个他豆豆先生就一直在噔噔噔噔噔噔。他们为了这一位特别的一位人物向他致敬。这位人物是谁呢？这位人物是英国第一位真正可以称得上世界冠军的 Eric Liddell。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李艾瑞。Eric Liddell 出生在中国的天津，他的父母就是宣教士。
他长在英国，但他死的地方是在山东的潍坊。1934年，他在奥运会的时候夺得了冠军。如果你有看那个电影的话，你就知道他不只是拿了一个，后来他改练400公尺的金牌，他改练200公尺，他顺便拿了一个200公尺的铜牌。那他原本应该参加100公尺，没有参加，因为那一天要主日，所以他没有去参加。这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可是你要知道的一件事，除了这个故事之外，你知道他拿了冠军之后的第二年他去哪里呢？他回到中国，他回到了中国，回到了，放弃了他的荣誉还有他的地位，他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是哪里？天津。而且在那边服侍中国的弟兄姐妹长达20年。而且他的那个时代不是个简单的时代。1934年，我们知道中日战争即将就要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就要爆发。他回到天津了以后，在新学中学他开始来教化学。1937年，日军开始入侵，他辞别了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儿，离开了相对安全的天津的租界，然后加入在河北萧张这个县的红十字医院，跟着他的哥哥一起在战火纷飞的战地帮助受伤和寻求庇护的中国妇孺乡亲，还有抗日的游击队。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了以后，整个世界大战正式的开始，他就被逮捕了，而且被关在山东的潍县的这个集中营。1945年2月，因为营养不良和过度的疲劳，罹患了脑瘤而死亡。他安葬的地方就在山东。他施工的价值怎么衡量呢？多么不值得！你可以说，他留在英国，搞不好会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力，不是吗？他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更多的宣教士来募款，不是吗？他如果留在天津的租界里面的话，他仍然会是安全的，不是吗？但他选择了一个更不容易的道路，而这不容易的道路是一个事工最珍贵的一个部分，因为那是神给你的呼召。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最后面。耶稣拯救了他了以后，他就怎么样子？他就恢复过来。通常你看到的神迹出现在你的眼前，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主啊，感谢你，你是真实的，你的医治是有能力的，你的拯救是有大能的。可是你在这边看一下，事情并不是这样发展。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奇迹并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件非常奇怪又讽刺的事情。在今天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追求着属灵的恩赐，我们眼睛要看到医治，要看到医治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会看到，就算医治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也不一定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回头来看第15章，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那从前被群鬼所附着，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怎样？他们害怕。他怎么没有哈利路亚欢呼赞美主呢？而且第16节，看见这事的人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第17节，如果你有圣经在你手上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念第17节吗？众人预备，请。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
再一次在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从小听到这个故事，在主日学里面就在教各个故事，然后从来没有一个重点是摆在这里的。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了我们，竟然奇迹，耶稣本人施行的奇迹在他们的眼前发生了，而且他们都认识这个人是谁，可是他们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并且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因为这个对经济可能不太好，因为这个耶稣在这边，要是他等一下再做了什么事情，那还得了。可是有一个人不一样，有一个人他非常清楚我的生命有了不同的改变，那是谁？那就是那被鬼附的人。第十八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就跑过来说什么？恳求和耶稣同在。更令我惊讶的一点，第十九节，耶稣不需要。第十九节前面四个字是我对整章里面最震撼的一句话，叫做耶稣不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想过有可能说，主啊，我要跟随你，请带我走，我的生命被你改变了，我要跟随你的脚踪行，然后竟然耶稣不许，那不是太震撼了吗？那整个天打雷劈的震撼。耶稣不许，我们用理性的来想都知道这太夸张了。如果是我的话，耶稣布道团在这边，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每一次耶稣要开场之前呢，我先来暖场一下。各位亲爱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乡亲父老们，大家好。我原本是个，你知道啊，你们都认识我，在那个坟墓那一边，每天光着屁股跑来跑去，疯疯癫癫的人，还拿着刀子来砍自己。亲爱的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跟大家做个见证，耶稣呢拯救了我的生命，而且把我的生命给翻转过来了。我告诉你，那代价可不小，是两天之租。然后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啪啪啪啪啪，这不是一件很完美的事情吗？抱歉，耶稣不许。亲爱的朋友们，耶稣不许。因为耶稣看到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影响力，耶稣看到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爆发力，耶稣看到他知道了这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成为更好的见证。耶稣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回到你的亲属那里去，将主为你所做的事，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我要为主做什么，而是主要我们做什么。并不是我要说，主啊，我为你去，而是主啊，你要我去哪里？第二十节，最后一节，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事，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他是谁？我们只要讲到宣教士的话，第一个名字和一个最巨大的身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呈现的就是这位仁兄，他的名字叫做，有人知道吗？马街啊，不是啊，不是所有大胡子都是马街。他的名字叫做戴德生。可是你知道他年轻过吗？也曾经是个帅哥呢。1853年的9月19号，有一个叫做 Taylor James Hudson Taylor。的21岁的年轻人，载着他的所有的家当前往中国，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1954年的3月1号，他在上海登陆，开始在上海、宁波、汕头这些地方宣教。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伟大的，但是却是落寞的文明。大部分的女人呢，还裹着小脚；男人呢，目不识丁。
他准备要向这些人来传那个白白得来的福音，因为一个很奇怪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叫做从神而来的呼召。他的中文名字，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戴德生，一直要到好多好多年之后，全球的华人的教会，包括你我，我们才知道这个名字对那一个整个世代的意义。当时候的宣教找不到什么叫做短宣的，这一群人实在没有短宣，因为光坐船就要坐6个月才能到一个地方去，实在是太辛苦了。而且呢，要发明飞机的这个莱特兄弟呢，要过20年之后才要出生呢，所以根本没有飞机的。然而今天呢，有一个可爱的牧师叫做戴德生牧师，戴基宗牧师，他的第五代生，他的名字也叫 James Hudson Taylor the Third Jimmy。 他仍然在宣教的道路上昂首前行，他的父亲戴少正牧师也在南部有许许多多的侍奉，甚至开始了高雄的圣光神学院。今天戴牧师和那个时候的戴牧师所面对的世界和150年前相比，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星球。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年轻人，那个21岁，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在座有人是21岁的话，你的牧师应该要挑战你。人家21岁的时候就已经前往那真正的未知，去成为神国最有影响力的仆人。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不会知道的，他一个人的生命会影响了整个世代，呼吁了许许多多下一代，又在下一代的年轻人和所有的教会一起投入这宣教的重要的侍奉。他的名字叫做戴德生。一个人。如果我们讲到宣教的故事的时候，最有名的、最有影响力的一章，真正的道成肉身、跨越文化的宣教的一张照片，大概就是这一张照片了。这张照片是谁呢？这张照片坐在左边的这一位，是内地会剑桥七姐里面的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位宣教士，叫做何思德。他蹲在地上捧着碗，跟着旁边的这一位，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是弟兄的这位平凡的华人，跟他一起吃饭或者是吃面。如果对台湾人来说，我们最经典的一个照片就是什么呢？就是马偕医生带着他的助手，然后有一排人在那边，他戴着一顶帽子，然后他一个一个帮大家拔什么？拔牙齿，经典的照片。但是我今天想要讲另外一个平凡的台湾人的故事。他是我们当中的真正的台湾囡仔。这位男生，对不起，他旁边的是有人在的哈，他是，只不过他们有点黑。我今天想要提的是另外一对的宣教士的夫妇，他们的名字就是陈维恩牧师和张月慈师母。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认识他们，因为月慈师母就是台南出生的，他后来到东海大学去读书。维恩呢，他是小时候在台湾长大，后来是传统的长老教会长大的第四代的基督徒，然后后来到美国。他们呢有两个女儿，2009年的时候呢离开了在他们北加州所牧养的教会，前往靠近赤道的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亚牛几内亚。而且他们不只是到那个令人陌生的那个国家，我们大家都不太清楚那个国家在哪里，它是在印尼和澳洲的中间的一个很大多种族的一个丛林的岛国。他不只是到那个国家而已，去成为那个地方的宣教士，而且是他到了他的离岛，一个叫做 Beyond 的这样子的离岛，一个只有1500个原始部落居民的
这样子的一个小岛叫做 Beyond 岛，而且包括那个小岛还有附近的几个小岛会讲这个语言的人，总共全世界总共只有3000多人。他们有三对夫妇就将他们自己的一生就献上，就说我们就是要来向这些人来传福音。他在回到台湾的时候，正请部落格邀请他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见证的分享。有机会的话，我欢迎大家，我建议大家上网可以去看一下他全部的，他非常非常非常激励人。你可以看到岳慈师母那时候头上绑了头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在那边3年了以后，刚好达到了一个阶段，就是我学好了这个地方的语言之后，他突然发觉岳慈师母得了癌症，他必须要回来台湾继续的做治疗。在这段治疗的时间，刚好好消息频道就邀请他们能够上他们的这个真情部落格，能够一起来分享。他们在接受主持人访问的时候，主持人最后要问他们一些故事，请教一下你有没有最后要跟台湾的教会分享的一些小小的感想。他说到他的感想的时候，陈维恩牧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常常大家在说哇你们家怎么那么特别，他说我一直觉得我们不应该是那么特别，我们做的决定不应该是那么的不一样。他的坚定的眼神我还记得很清楚，他的一字一句有着惊人的说服力。他说什么？他说不管是几代之前的100多年前，一样有一批的宣教士到了台湾，他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甚至他们的孩子都葬在台湾。今天我们走在台南，甚至有的教会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今天走在台北的路上，竟然有人的名字，宣教士的名字，是我们街道的名字。我们脑海之中当然会自动的浮现出好多个熟悉的面孔和他的名字，甚至他的名字可以成为学校的名字、医院的名字、教会的名字。他说是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可以来纪念他们，是的，我们可以出传记，我们可以出 TVD， 我们可以拍他们的影集，我们可以做他们的见证，但是我觉得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念好吗？我们今天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是我们去做同样的事情。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挑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有这样子的爆发力，你也许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我最后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我高中时候的学长，他的名字叫做赖世友，比我大2届。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帮他做了一本他的纪念册，找到了他在高中的时候他自己写的一些读经祷告的一些感想，其中有一段话叫做我叫赖世友，我愿意做世人的朋友。他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这位学长常常带着我们，他很壮，他很喜欢打排球，很喜欢带着一个排球就来找我们一起跟团契的人一起来打排球。后来他上了大学的时候，他上了辅仁大学，我上了东吴大学，所以我跟他之间的联系就比较少了，但是我们在常常在营会的时候碰到。他在退伍的那一天，他当兵了，准备要跟他的那时候的未婚妻要一退伍就准备加入校园福音团契，他已经申请了要成为校园福音团契的全职同工，要能够继续在做学生福音工作。他在退伍的那一天到他朋友家去吃饭的时候，那一对夫妇的太太就说，哎，室友啊，你脖子上粗粗的，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就他都听着他们，因为已经要退伍了，他就去检查，发现自己已经得了鼻咽癌的，已经是最末期了。我2003年年初的时候，我1月7号离开台湾，要前往西非，要加入福音船。我1月5号的时候要离开之前去看他，我们两个心里都很清楚的知道，这也许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后一次要见面的机会了。但是我们都没有讲，我们不是说I will see you later， 我是说我们天上见，但是我仍然没有讲这句话。我给他看很多的照片，就好像我昨天给大家分享的许许多多我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照片，我给他看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可能，说
啊，神这样子给我这样子的机会，我真是非常的感恩，让我有机会能够出去开一下这样子的眼界。我希望能够回来台湾，能够让更多的人有这样子的看见。他那时候做了许多次的化疗，他自己的声音都已经沙哑了，他甚至连食道都烧坏了。他说他非常的感动，而且非常的激动，可是他不能讲话，他只能用沙哑的声音对着我说 Soraya， 你代替我去吧。他好像说你代替我去吧。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这辈子没有带领许许多多人信主，他没有甚至没有读完，没有机会读完神学院。他想服侍主，但从来没有一天做过全职的传道人。对不起，但是他影响了我，让我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可能。他影响了我，让我知道我不是只是为我自己而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神也为你牺牲的生命，但是有许许多人从来没有机会可以听到他为他们所死吗？一个生命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一个事工的价值，不是由教会里面有多少的人，或者是我今天的特会来了多少人，多少人冲到了台前，可以来衡量的。但是一个生命的价值，是神看到这个人，他可以改变自己的世界，他可以改变别人的世界。你知道底加波里是哪里吗？迪加波里不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地区的名字。迪加波里叫 Decapolis， 希腊文的字根 Polis 就是城市、城邦、村庄的意思。在美国有一个城市叫做 Indianapolis， 就是印第安纳城。Deca 就是十个的字根，十的字根。我们说十年就是 decade。Decapolis 是那一整个地区叫做迪加波里地区。耶稣说：“你回去吧。”你不用跟着我来，因为你的见证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听闻主啊，这是天国的福音。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呢？改变你的生命。我是怎么样子的怜悯你去告诉他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在讲的这一个故事，一个生命的故事，在那被鬼附的人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得救见证，而是一个宣教士他如何被神所呼召的一个见证。亲爱的长辈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想想看，一个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谢谢今天在我们主日的时候，所有为我们服侍的人，在主日学的，在门口给我们一个微笑的，今天把我们的所有的讲台的录影最后要做剪接的，为我们写周报所有的文章的编辑的，因为主都看见，因为每一个都是主所使用的人，在我们的大使命里面，团队中间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爆发出那不平凡的能力，因为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使用我们。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没有差遣的，怎么能传道呢？感谢主，这里面每一个任务都是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当中参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呼召作为宣教士，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一起来参与神宣教的大使命。让我们一起来改变世界吧，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站在台前，
跟他一起分享主啊，你在我生命当中赏赐的许多的恩典。主啊，也让我们看见，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主啊，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得着你那丰富的恩典是应该是分享的，是应该让人知道的。我们常常听过一首诗歌，我要在山顶喊叫，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主啊，救主的爱已经临到我，我要去传给人。让我们知道这个传给人的呼召不是只给某些特别的人的，让我们知道这传给人的呼召是主啊，你赐给我每一个人的，因为我每一个人都得着你那丰富的恩典。赐福我们今天的早上，也让我们今天一整天都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不只是今天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场合，回到我们的家庭里面，主啊，都教导我们学习这谦卑却又荣耀的功课。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谢谢彭淑瑞弟兄对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相信我们在这当中一同来听见，一同来领受这样的神的使命。我们以下的时间是回应的时间，我们要请加百列团队来为我们带来这首诗歌《勇敢走出去》。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
出去。感恩奉献的祷告，我们请郭美珍弟兄姐妹。阿门。请我们一同起立来唱颂荣的诗歌《复兴圣洁》。颂荣后，请高牧师来祝祷。传扬基督的圣名。
身体献上。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身作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身作你圣洁的器皿。主，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你面前，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在我们还不了解的时候，你就已经为我们死，这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这样向我们显明了。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若是能够做什么，我们希望能够显明你的爱，我们希望这一生活着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活出贵重的器皿，是你所喜悦的，而且在你的道路里面显出那样的一个珍贵，也显出那样的价值，因为我们这一生能够成为在你的计划里面是一个实现的器皿，我们希望你喜悦我们的敬拜，更喜悦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年日，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要进步。我们学习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是相信很多人要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所走的每一步路，很多人都要得到祝福，这是我们的感恩，谢谢你。愿我们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感动，并且你医治的大能，现在就临到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身心灵在你面前强盛，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眼睛所看见国度、权柄、荣耀，在你的计划当中，每一天都成为泉源，成我们生命涌出来的祝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